我们打麻将是怎么样？可能那个麻将桌要1.5公尺了哈，维持一个社交距离，然后隔边要用隔板戴口罩哈，那不得赌博。那另外想再请问一下，是因为那个室内5人以下是不能群聚，但想问一下就是那打麻将的部分，因为好像之前有被开罚。我们打麻将是怎么样？我之前我们是说这个比较不适当啊，其实那是赌，因为赌博的行为吧。因为那段时间这个疫情比较高峰的时候，曾经有发生这个麻将群聚的事件嘛。那因为那时候有跟大家说明，因为那时候疫情也比较严峻，那打麻将大家也清楚，这个招卡一定是招外口的朋友来，所以坐一个四块桌仔内底，那也比较接近。大家不要，所以那个是在疫情高峰的那个阶段，有跟大家建议比较不适当啊。那现在呢？你考一下。可能那个麻将桌要1.5公尺了哈，维持一个社交距离，然后隔边要用隔板戴口罩哈，那不得赌博。